斑都在，看起来还算稳定，可是病人主诉觉得喘。我想我们等一下会需要用听诊器听一下病人心音跟呼吸音的状况。Hello， 苏先生，我们现在要听一下你的心音哦。大医生有听到吗？好，没有问题哦，我们有听清楚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转成心跳模式，从心尖开始听。好，已经转成心跳模式。心尖的位置哦。那清楚吗？很清楚。好，现在帮我移到主动脉区。主动脉区。到主动脉区了。清楚吗？听得很清楚哦，瓣膜功能正常哦。现在帮我切到肺的模式，那我们开始听呼吸音。麻烦请病人深呼吸。好，呼吸正常。好，麻烦帮我转到左前胸。可以，声音品质很好。好，应该呼吸，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吗？麻烦帮我转到后面，我们听一下后侧。好，听得很清楚，我们可以换右边了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也听清楚了。OK。好，可以躺下了。先生你好，我是隔离病房的主治医师张立群，因为您刚刚比较喘，我现在帮您做呼吸跟心音的听诊，我现在先听您呼心音的部分，我们从心尖开始听。声音非常的清楚，瓣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呼吸。好，麻烦您深呼吸。我觉得前面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，麻烦您坐起来，我们加后侧。好，先生，我现在听起来，你两心脏的声音都正常，没有什么瓣膜的问题。